嗨，既然天气那么热的话，我就带你去吃一家凉面来消消暑吧。好啊，但你是谁？大家好，阿尼亚塞欧，我是人称北科南祝贺的杰人，今年就读分子系大学三年级。南祝贺。所以你刚说带我去吃的店在哪里啊？在那里。好，去那里看看。走。就是这家高家凉面。哦，就是这里哦。对，没有错。那你为什么会推荐这家店？因为它这家店离我们的宿舍非常的近，而且价格非常的便宜。而且像今天这个时段没有人，平常我吃的话可能就要排到那个转角过去。对，真的非常夸张。好，进去看一下。走吧。哎，所以你平常来这里都点什么、啊？我都点凉面，还有味噌汤跟油豆腐。那老板娘还有没有什么推荐？烫鱿鱼。烫鱿鱼好。还有凉拌黄瓜。凉拌黄瓜好，那就这样，各来一份好了，好谢谢。谢谢。来，烫鱿鱼，小黄瓜，油豆腐。谢谢。谢谢，你可以先吃吃看油豆腐，这是我每次来都会必点的东西。好，既然你强力推荐，我来试吃一下。其实它是热的哎，我原本以为是冷的，就它是热的，而且它应该是有卤过吧？感觉它除了就是外面淋的那个酱油膏的味道之外，本身是有一点咸度的，蛮入味的，好了，我刚吃了油豆腐，那就把小黄瓜让给你，好不好？不要是我欺负你。我觉得它非常凉，而且脆，也是有腌过的味道。既然刚老板娘强力推荐这个鱿鱼，那我们就一起来试一下吧，好不好？来，耶！好，我要加蒜。哦，好 ，OK， 好，可以吃了，可以吃了。脆脆的，口感很好。你的加了蒜泥如何？好吃，因为我很喜欢吃蒜，而且它的，我觉得它的蒜很特别。它蒜很特别是？很蒜。一如往常。这是大凉面，谢谢。味噌汤，谢谢。慢用，谢谢。哎，这大的分量蛮大的，好大一盘哦。就是，而且就是50块就可以吃满饱这样。这样才50块，我觉得很划算呢，超便宜的。你会吃辣吗？可以啊，那就来加辣。好，来一点，来一点，来这里，这里。你吃多辣？你吃多辣，我就吃多辣，这条人家跟我呛虾。我这是跟别人挑战这个了。真的假的？你知道？可是我记不得哎，不要这样。很凉，然后又有蒜跟辣椒味道。所以就是你想要的那个味道就对了。但它这个吃起来是真的有冰冰凉凉的感觉，是刚冰镇过，夏天吃非常消暑。然后你刚刚虽然只加了一点点辣油，但我觉得那个辣味蛮明显的耶。对吗？那是代表你太弱了。来了。来了。靠近。味噌汤。里面豆腐好大块哦，但是我想要先喝汤，因为很辣。不会烫吗？哎，我不怕烫，我觉得这个温度刚刚好哦。吃完那么辣，我觉得配味噌汤刚好，吃凉面就应该要配味噌汤。妈妈的味道。所以好像现在也吃的差不多了。那北科南祝贺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粉丝说呢？哦，就是我等一下。还要赶下一个通告回韩国去拍那个杂志，所以要跟各位说再见。然后希望大家有空的话可以来韩国找我，姐姐你也可以来韩国找我玩。好，没问题，记得给我 VIP 通道，谢谢。好，拜拜。嘿，既然天气热的话，我就带你去吃一家凉面来消消暑吧。好啊，但是你是谁？我是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这
这是我们苹果副刊的新节目《威你吃了没》。如果你发现你的校园附近有什么隐藏版必吃美食，以下开放留言，等着我们来尝鲜。